三个小姐妹急救往已经烧成废墟的家园跑去，看到前方围了封锁线，绕到围墙边垫起脚尖，不断往内张望，或是天真的跑跑跳跳，看在亲友和邻居眼里只有心疼。就是之前有拿一些那个物料来给妈妈，我就是刚才刚才很难过，怕有人家不够可怜了哈。他们只知道爸爸妈妈爸爸在医院，那现在还不是很完整的了解现在的状态。三姐妹的父亲住院，妈妈和两个弟弟命丧火窟，一家人经济弱势，没有瓦斯使用柴火，靠着资源回收补贴家用，烧毁的废墟清出一堆垃圾，疑似就是因为堆了太多杂物，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生活不好过，一家人却没忘记仪式感。几天前一家之主才po文提早帮老婆过生日和母亲节。当时我自己很感动，一盖套装抱我的囡仔，爱用行行，跳去到阮家多少安尼，安尼拢用行啦。我一两公里啊，一两公里啊。有小朋友写，你要勇敢，加油，你妈妈会在天上好好看你的。女主人在邻居眼中照顾孩子亲力亲为，没了妈妈陪伴，孩子在亲友陪同下和监视人员一起进入从前的家。这是小朋友生活啊，是啊。应该是无听讲，啊，都内底电线走火也啥有，叫起来怎，家己有咧拍，啊拍袂破。警消追火灾发生原因，不排除孩子玩火的可能性，等待鉴识结果进一步厘清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翁玉文加以报道。